上座农业沙飞，大家要囤茶水保温，不用管变做茶树。也亚多嘅冷气团来，许多人会去买保暖的东西。每日食堂嘅茶树也卖到冇货哦。业者讲也咪证明咧，老主顾嘅智慧系靠咪得时间嘅考验咩？你等到站住架等，不用咧，太太细细，各种各种嘅调调，你啊就变到空空，长张排一天，所做嘅调调都不卖抢抢。原来是张国年，国家主权还了来。首先定义下，有保暖的调调，不民众卖强强。行个调调是全手工作的，所以站外卖都唔难卖。不是一天做几个，一个要两三天的时间来做，所以做的量不多了。罗师傅讲，保管有保温的效果，调调的外层是用保管变的，内层国家免不了免了来维持温度。所以调调最少做半茶捞水，保持温度六点钟下架。我们这个上面的就是稻草，稻草这个是里面这个绳子是麻绳，麻绳。但我们做好了哈，里面是有棉花布包起来，你茶泡了放进去里面盖起来，六到八个小时还是热热的。调调同时就看将捞保暖的效果，也合乎现代环保上面的观念。虽然现代化保暖商品众多，不过调调还是当受到欢迎，也证明了罗主公的智慧，创造的听到时代潮流。下面总结了苗栗报道。